收钱。拿到一千块钱啊，一千块。来，等我物件卖袂出去，就安尼，我倒来。牛牛，牛牛，好啊，牛牛，啊，剩牛牛。迄搭咧自然弄个来套啊。那还有鸡腿卷。鸡腿卷，迄拢剩一寡尔咧，迄拢点起哦。来，你个三角骨家己下顿，拢我知影啊。来，鸡腿卷要食拢无啊，两包我了嘛。来，小姐。一只饼是了。来，头前啊。一只饼是了，啊，这剩三文钱尔，只用鸡腿包落去做，这当个真正的尔。 鸡翅贡鸡啊，这两条四条哩啊，六条哩啊，来八条啊，来我来讲这十条哩啊，你甲我整看嘛，闭眼睛我有只两包。来，头前。几条拢鸡腿落去做，两包够，要食这个鸡腿卷的无？来，谢谢。来，来，来，上面食铁板料料的。这牛肉哦，这鸡蛋炒，内面食牛肉，免讲包三包咯，这一包鸡啊，我两包五包，我三包，我四包，来我五包，我六包。 这牛肉炒来啦，顶退钱，先加钱的三百了。来，头前啊！来，搁要食牛肉的无？三百块，三包四包来五包。来，六包唔免五包，三包。好，姐。来，搁要食牛肉的无？这一包剩五十块，三百块。三包讲搁要食三百块咯。拢有啊嘛？甲人要食半百块，等于食半嘛？这边三百块，拢卖勉强，不要勉强。什么？啊？要两百啊？两百啊？三百啊？两百啊？这道要塞。哦。来，搁人要食半百块，等于食半卖无？一百五。 中午啊吗？都有了吼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边个准过来？要偌济？多少？大个，大个，好来，金龟尾哦，来。哦，过来要啥？哦，要食好。来一千的。啊？五包了，准这两包哩，没有了。姐，不料怎样给准这两包包给五包，几个？来，老王好声收过。小姐。没有了。来，很老外啊，很老外啊，很老外无。 我今仔规你看后壁，全部拢飞机。我今仔全部走飞机，你看后壁拢飞机。我今仔炸两趟飞机无？套丢啊！套空就是套丢啊！套丢。好啊，我来处理一下。上面食花雕鸡诶。呀。花雕鸡只。这花雕鸡一只四百几块了哦，这规只拢鸡腿包落去做诶哦，我来讲。 爱食花雕鸡，一个人加买一个，先加钱的五百咯。我要卖你五百。花雕鸡上面加五百块。来，我加一个。收钱。你俩假啦，你俩你要甲赔的。你俩假哦，我过来卖啊吼。你讲无道理。你也要花雕鸡一只。来，高贵。 你讲，好无要紧，你也要花雕鸡，我赶快上哩。今仔日我花偌济？五百。好啦，台下加钱，啊，你免加钱啊。你要食花雕鸡，这一只我好三百，两只七百几块，搁加一个台下加。三个人加加钱，唔免七百，免六百，先加钱来五百，上面加五百。来，我一个。这规只拢加七百落去做呀，这只够哩，这只够送哩，这只够哩，先加钱，我搁加一只。 两个人加搞袂了，五百咯，五百块。来，我姐姐。啊，大娘，大娘，无差差济啦，来啊，拢来啊，五百块钱来，五百块，来，搁买下无？五百块。花雕鸡啊。这有一个五百，上面一个花雕鸡，五百块。花雕鸡拢有啊，吼，都有了吼，谢谢。安尼我买下倒。啊，是你毋捌买过，想要试一下两百咯，试试看看两百块。花雕鸡，当没有买过的试试看看两百块。来，我姐姐。搁有人要试一下无？两百块咯，两百块，试试看看。 花雕鸡，搁要食无？两包。好，箱子。箱子一粒两嘛吼，美女等我者。来，好，啊你甲下过片吼，卖电脑了。生食干贝吼，生食干贝对。下骹。无紧，卖看，卖看吼，迄个买手无啊看，后壁遐有卖啥物？要死我，拢无注意，要买地啊。天然的，人讲天然的是上好的。 干贝要食，一定要食天然的。日本八海道生食干贝S级的，才大吗？S 的 S 的 S 的，防伪标签弄个只，哦，拢免惊做假，物件拢免转啦，吓啦，来啊，食啦，大客的啦。S 的啦，内面食免互你加3000、2000、1500，上面食1500。有人要食日本北海道生食干贝无？然后这干贝中个选择就是这啊，夭寿这大妈的拢只大妈的，你甲看。 来，我来讲啊，唔免3000，唔免2000啊，1500上面只1500。有人要食生食干贝哦，1500咯，1500。拢有啊，诶，我只要买袂晓，只要送你了啊。来，1500上面只日本生食北海道干贝1500，1500我有人要食无？1500。
千五块要吃一千五，来，个人要吃日本北海道生食干贝无？千五块。还有人要吃，个人要吃啊？切了我吃看卖无？七百五试吃。来，高姐。个人要吃看卖无？来不？他也要试试看看，你妈七百五。我给你卖勉强，不要就不要勉强，我收起来了，迄拢无勉强的吼。你卖为着干贝当个黄金，我无啊。诶，迄种钱较济，我嘛无爱吼。七了五，人要吃无？拢有啊吼，系啊，卖勉强，不要勉强。来，我给你不要勉强哦。咱一个教一个，无教的，迄拢无要紧的。来，收起来了，没事啊。收起来。好啦，个买啥物？牛皮花你几桶起来我卖？好，泡讲来，老王，你泡讲你去。啊，这泡讲爱看大细只啦，迄个细只，迄个大只我大卖你五包，爱看。你想看多爱想看细只，迄个大只，迄是三只就一箱啊。我看我大无，我看啊边看，伊有一箱当只十二尾，有一箱当只十六尾，无一定哦。来，我看卖先。来，夭寿。啊，这只只。我无，我看我较细只哦，有啦。我看几尾钟啊？三四五六七。好啦，我紧啦，我紧啦，你看这个老主播来。好，这卖搁给钱，卖搁给钱。这种伤大只啊，叫我做手脚的。这三只一千个。来，这鱼尾粉怎么吃？来，我边甲你夹夹起来。鱼尾粉要吃两包，我两百块。三鱼啊！鱼尾要吃两百块，四鱼啊！我冰一样，甲你夹夹起来啦，莫你用着冰啊！来，迄个鱼，你到底要盘好无？啊，莫搁收钱啊，莫搁收啊！我这冰甲恁夹夹起来，咱毋是要卖你冰啊？等我下落，我冰也夹起来。我冰甲恁夹落较清气的啦吼，毋是要卖恁冰，我要卖你规盘拢鱼尾粉。来好啦，规个倒落落啊，规个倒落。来，冰我来捡起来。来，捞下去吧。来，袋子给我。是的啊，两百块了。来，两百块。来，卖个收啊，今无够。来，两百干咩事啊？来，等下到我无搭了有搞好哩，我今仔无搞。迄几个？我四个，一百块两分尔，才差分啊。咱这拢切切切哦。有无？哎，有啊，搁一个。啊，大哥还收两百。冰糕拢甲伊捡起来哦。两份啊，好。来，搁几个？我收分就好啊。老王，你讲好啊？好好。来，有人买两份吗？有，我边仔大啊。你这拢送去啊，免钱啊。我叫你先分下哦，这做歹搞的。来这边提钱耶！大哥，恁住伫底哦？住伫遮尔？南投啊！你住南投哦？啊，南投恁若走来去市，南投的人家拢走去石头咧。我伫遮做事啊。伫遮做工过啊？来这送伊，你好免钱。好啦，我做你帮我收起。啊，对哦，好啊。我这盘卖大卖，我就开始来吹啊！这盘卖掉，我就要开始吹啊！来，过来看你们吃什么？来，来，你个花雕，来，你个鱼翅根哦，姐，你鱼翅根帮我下几缸好不好？下几缸较水。这盘卖大，上面一个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上面一个白带鱼。这盘哪买来无？三百好俩，拢有啊！来，我下只。好，来，过来买什么？还想吃什么？你搞要吃天使红虾无？要吃白的？要吃草鱼无？好。蛤蟆不要讲够。来，蛤蟆一百了。来钱啊！蛤蟆要一百块，蛤蟆都退起啊！来。两个啊！大妈，你有看无？来，我一个，来两个。我带过来。来。我两个。蛤蟆够没有？你说我要点鱼啊？麦克西瓜，麦克西瓜，等下。我等下，我先看一下，看我搞不搞。还可以吃。我跟你去钓鱼吗？等下，来，先我抢了。好。老王，你搁几个？一个，一条鱼。我就搞。我走过。来，抢完了你。来，谢谢。一百拢有啊吗？来，一百个有咩来无？小胖。好啊，小胖。来，小金耶。来。这地主阿就大。对，
一百来，那个大块的吗？啊？来啊，阿姊也要来啊。这头前阿姊也要来，阿姊今仔穿工西头毛遮水来，吓啊，你无卖伊袂赚。你看我阿姊啊，你看我头毛用我遮水来，你无卖伊，你唔赚，你叫我塞啊。两块。阿姊切咩？很贵。无啊无啊，拍。这块阿几位啊？啊，再来买啥物？鸡腿更上吊诶。你一日给两包，我给你讲，等我白天。蛤蟆唔免，唔免啦，水洗一下就好啊。给你讲过来啊，你一日收两包去吧。啊，这你今仔是第八个来，我讲咩啊？给你讲诶，我给你讲有好食无？你甲我观众讲一下，未甲恁骗啦。我卖物件吼，真正吼，拢甲你检验过，甲恁讲好食，我才有过来卖你。唔是清清菜菜卖啦，哦，这是咱这间公司的坚持啊。来，这面每一样物件拢卖卖卖，我你过来啊！四条、六条、八条啊！这你安怎煮的哈？自己的啊！两百咯，来弄一个，十条你两百块。过来要吃鸡腿卷的无？200块。还有人要吃的吗？这一个来点一个，我卖一个；一个来点一个，卖一个，我感觉你真忝的。你那么快嘛？啊，多一个来，我第二个恁爸卖一个，啊，搁即摆搁第二个来，叫恁爸搁卖一个。啊，这首是搁拍算要画50摆哦。头前咩？你看人咧看袂落来，连我这個老主管跳出来收天啊！你看，看袂落去啊啦。来200上要吃。我再加100。好啊，你看，人咧加嘛，你看无？个人要100、200哦，莫一收，加几个花侪届啦。不要200，后边我后边200。对，后边物件都真正好食，唔是甲你传，你要100哦，没关系哦，买100也没关系。不安尼无啊，没有。哦，装上了，哦，哎，今天装上卖一箱啊，厉害无？来收起来，收起来结束。来，好啊，再来买啥物？